下版本这两个无敌点位你一定得知道。众所周知，由于虫洞这个道具可以让玩家瞬移，因此之前一些无法进入点位就可以依靠虫洞强行进入。比如眼前碉堡，不难发现四周都是封闭的，而且这扇门也是无法打开的，想要进去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这里正好有条缝，而虫洞又正好能丢进去，如果显示无法生成的话，可以调整一下位置。成功之后，只要点击传送，就可以瞬移到碉堡里面了。躲在这里是不是非常隐蔽？当然，你也不用担心敌人会传送进来，只要挡住传送门就可以了。如果怕被敌人发现，我们可以在室内丢一个虫洞，这样外面的虫洞就会消失，可谓是来无影去无踪。想要出来，就再丢一个出去，接着传送即可。第二个点位是在大烟囱这里，故技重施，把虫洞丢进这个缝隙里面。不过值得一提是，大烟囱这个点位可千万别再丢一个重置虫洞了，因为重置虫洞后想要自己出去的话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没错，抛物线根本够不到缝隙，这个时候只能等队友在外面丢虫洞解救你了。怎么样，你学废了吗？